Hello， 大家好啊，这里是郭宝。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姥姥火第二天困难的打法，加成部分呢要加到50层哦。开局邀请师先拉青姬，等控制好对面之后再来拉大舅妈。秦明可以带盾，可以防止对面一波把你带走。这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邀请师招财要240以上速度。至于其他的御魂配置呢，都放到后面啦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，下次再见喽。